欢迎大家来到摄游玩家。一次呢，我们就带大家去到仙台的一个叫做阿娇的一个地方。阿娇呢、就是秋宝啦。秋宝这个地方呢就、一向以来都是以温泉出名的。这次呢我们就不是去浸水啦，就是因为几个男人在水里面浸没什么好看的。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一个手工艺的一个叫做西作、工坊的一个地方，看他们怎么做的木人啦。根据一个传了三代 的师傅沙多先生的解释呢，这个木偶呢，这个人偶呢，以往呢就一直是有那些为屋企带来平安啊、祝福啊这些的意义的。当然呢，游客来到这里买回去呢，有没有想着这样的意义呢，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我们来到呢、他们就给我们试下如何整，不是整啊，画这个木偶啊。咁我哋嗰啲功夫唔系几好嘅，当然就咁啦。嗱、啊，开始画啦。原来咧，我哋画呢个人像嘅程序咧就唔简单嘅。我哋咁嘅新手咧，一画咧就要画咗差唔多有30分钟左右啦。先看看人家的完成之后的作品啦。咁呢度嘅专家同埋师傅画出嚟嘅嘢，梗系靓好多噶啦。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嚟呢度嘅话咧，你只要搭新干线去到仙台站，喺嗰度咧就有直达嘅巴士车啊，嚟到呢个地方。有兴趣嘅朋友。记得在我们的网站那里看个 link 啦。千祈唔好忘记 subscribe 我哋，同埋睇其他嘅精彩节目啦。